那举着就行。这是装螺旋桨。什么时候开始？你已经开始了。哦。这是黑色的，然后你搁近点。这样，黑色的装黑色的，然后。红色，这样，然后这是尾桨，就这样，把这些螺丝拧下来，然后尾桨直接装上，这就行。然后就是这个什么。Don't plug, mean powered. 就是没有电池的时候，这样插上。哦，电池。这其实绑上了之后啊，你看，离了这个，对，嗯，靠前，这就平衡了。看一下，就是它就是这个位置，这个是快速管，拆下来，离远一点，没太近了，它没信号。GPS lock. Motorcord plane loiter. Motorcord plane hover. Motorcord plane loiter. Mode speed. Motorcord plane loiter. Motorcord plane hover. Mode speed.然后就是这个了，这个也可以拖动。
再检查最后一个，就是这头开飞机，它这个舵面是会往上翘的，这样这个往上翘，你看那个，对，这个就是往下翘，你这头越高，它就这个就往上翘。咱们再看一下尾巴，尾巴也是这头一抬，这两个舵面往上翘，然后这个就去下边了。这就是起飞前检查，那就完了。